候这三个字。其实很多人跟我说，陶喆，我小时候听你的音乐，那时候我就很生气。所以今天我也不打算用这三个字，但是我要跟大姚哥说一句话，那就是大姚哥，我听你的音乐的时候，我就在做音乐。如果没有大姚哥，今天不会有陶喆，也不会有现在的华语音乐，这个是大姚哥。然后今天我还特别穿了一件衣服，据说有一个星座叫巨蟹座，是特别会做音乐的，也很浪漫。所以今天我就穿了因为我跟大姚哥都是巨蟹座。